师傅，师傅，叫徒儿来有何事呢？叫徒儿来有何事呢？我要检查一下你的功夫练得怎么样。来，你前面有一个木人桩，练两下给师傅看看。是师傅。是师傅。准备。好，听师傅口令啊，打头。嗨，哎，好，打手。嗨，嗨，打右手。嗨，嗨，好，扫堂腿。嗨，好，速度不够快啊，再来，打腹部。嗨，嗨，好，踢要害。嗨，嗨，好，收。嗨，好，踢要害。嗨，收了。好，那个徒弟们把木人桩抬下去吧。有劳师弟了，有劳师弟了。刚才师傅发现你的臂力好像不够力呀。来练习一下臂力，爬到这个杆子上，把书拿下来。这个爬杆子之前先洗洗手。是师傅。是师傅。再试一次可以吗？好。好，师傅，我拿到了。师傅，我拿到了。好，放下吧，来擦擦手。臂力还是不够啊，铁砂掌练得怎么样？师傅练得很好。师傅练得很好。这三样道具呢是一会儿我们用不上的，然后今天让你选。那我还是选这个安全一点。这个安全吗？对，这两个太吓人了。就选菠萝了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就用菠萝。这样，师傅这两天给你打造了一个手套，啊，戴上它，能提高你铁砂掌的功力。先戴上。麻辣小龙虾。先戴上。师傅，师傅，
这个拳套不错呀。这个拳套不错啊。这个拳套太好了。这个拳套太好了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何意啊？这是何意啊？练练试试这个手套，来。真的是学生党吗？铁砂掌练的还不够到家呀，功夫还要刻苦的练。来，站梅花桩吧。是师傅。是师傅。站好啊，记住梅花桩的要领是腰要使劲儿。挺住啊！喂喂喂！打气嘛，咱。坚持住，腰使劲，蹲住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加油！没完没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坚持不住了，我坚持不住了，我坚持不住了，坚持不住就下来吧，不行，哎，注意，好，看到那个拳击墙了吗？练练你的抗击打能力。是师傅，是师傅。听我口号啊，防左边，碰，防左边，哎，防右边，碰，哎，防上面，碰，哎，适当加快点速度来，好，左边，碰，哎，右边，碰，上面，碰，师傅。太慢了，师傅，太慢了。好，再加快点速度。好，走，左，哈，右，哈，上，哈，好，左，哈，右，上，哈，好，左，右，哈，好。这个 feel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这个 feel。
好了，下来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徒儿这几天练习了一个新的技能。徒儿这几天练了一个新的技能，叫做穿墙拳。叫做穿墙拳，我想展示给师傅。我想要展示给师傅。好。你看一下我的力道怎么样？你看一下我的力量怎么样？力量非常好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何意啊？这是何意啊？我要练习一下你的爆发力，来，用力把它挣开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太小瞧我了，你太小瞧我了。另一个我，你得学习我的动作。对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师傅，帮我打开吧。好吧，师傅，帮我打开吧。记住，以后多做引体向上，好好练习自己的臂力。是，是，手臂没有力量，还习什么舞啊？既然你执意要下山，那好，只要你能过了你师弟的金蛇缠丝手，我就让你下山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来，师弟，师弟，请，请，师兄，师兄，承让了，承让了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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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弟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金蛇缠丝手，嗨，转，嗨，转，嗨，转。小弟好贱啊！这挺有难度的，对，这很难的。嗨，转！姐，金蛇缠丝手，转！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就跟你师弟组合成我们门派的五门绝学，无敌风火轮，下山吧。来，师弟，来，师弟。五、一、风、火、轮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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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多。五一风火轮。一次过好。师兄，这边。要帮助，他的意思说是不是要他们帮助？对，那不需要。不求助的话，那个烧车烧起来怎么办？那个车马上就烧起来。我开了一路了，到现在求我领路领那么辛苦，不要逞这个能了。不是逞能，真没事。不是，如果真的，一会儿这车自燃了呢？你看你是不？要不然你们所有人都坐那个车，我自己开。不是。别冲动，想走吗？走吧，你们坐那个车吧。我想走啊，现在这个车有问题。菲菲姐，你要干嘛？